啊，喜欢这样没有错，赶快订阅蔡阿嘎四个频道，在底下留言按个赞，分享出去了。我们要来抽奖啦！2021年要到了，我们要抽出蔡桃贵跟蔡波龙的2021年桌历，各50本，各位总共100本，抽起来，抽起来。喜欢哪一个就写哪一个。看你喜欢蔡桃贵的还是喜欢蔡波龙，底下留言好不好？留言就抽起来，订阅四个频道，底下留言抽起来。不得了，不得了啦！每年都来送桌历啦，一定要送的啦，一定要送一下啦！哇，2021年即将要到来了，在这个12月啊，大家都要印桌历来送一下。对，今年对，今年多了蔡波龙。哎，记得去年送过2次，连2年都有送蔡老贵的桌历。今年不得了，多了蔡波龙。哦，让你们自由选择，自由选择啦。公平，对，公平。可是印自己一本，我要自己印一本，是吗？一本对吗？对，对，没错啊，没错。如果是这个蔡波龙的粉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要蔡波龙的。啊，如果我是蔡桃贵的粉丝，就可以留言，我要蔡桃贵的。如果是蔡阿嘎的粉丝，就在下面留言，我都不要，我是阿嘎的，唯一支持蔡阿嘎，我特别印给你，满满的我的写真集，都没有其他人。干嘛？你有意见是不是？有意见吗？而且我们各抽出多少来？各抽出50本，对，总共有100本哦。我们精选了这一年以来大家觉得最可爱的这些照片，然后把它印成桌历，哇，陪伴大家满满的一年呐。但有些人会觉得唱蔡阿嘎比较疗愈啦，我觉得无可厚非。像我老婆就很喜欢印了一本蔡阿嘎的，放在她的床头。她说没有啊。有吧？没有啦。你的意见很多。对。好了，赶快订阅蔡阿嘎四个频道，在底下留言哦。看你喜欢蔡大贵还是蔡波龙的，底下留言就给他抽起来。贵，你要谁的？我要波龙的。啊，你要波龙的？还是你要爸爸的？波龙的。这个是波龙，这个是哎，这是谁？哎，你知道什么？把我画成这样啊？对，莎莎怎么把我画成这样？还记得？还记得？这是艾丽莎莎画的吗？嗯。对啊，怎么把你画成这样？我。很漂亮吗？很漂亮。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。那爸爸贵贵不能，你要谁的？贵贵不能什么？啊，你打死就不行。不要爸爸。那妈妈的可以吗？那妈妈的可以啊。你不要爸爸的吗？爸爸的很帅。妈妈跟波龙还有贵贵都很帅，都很帅。妈妈、贵贵、波龙都很帅啊，没有爸爸的。都帅，都帅啊，都帅。可是你要爸爸的吗？那跟爸爸的、跟妈妈的还有波龙的。哦，你想要全家人的啦？啊，对了，爸爸不能被排挤啦。没有啊。大家留言，爸爸如果留言超过10本，我们就印蔡阿嘎；如果留言超过10本，我们就印。好不好？小张，给我去留言啊！